机关已经，快走吧！不要管我，再不走就出不去了。你就饶了我吧。三哥让你办件事，事成之后，之前的事。 一笔勾销。哎，爸，伯父，你怎么样？说话呀！伯父，你没事吧？齐总，您好。啊，您好。三哥，你来了。没到最后关头，还很难说。爸，你随后走，也一定要小心啊。 两个都带走，那说不准，过两天你就能站起来了。但愿有奇迹出现吧。哎，不管是奇迹也好，神迹也好，只要你能站起来，啊，那就是我们最最希望的。盼君，这次就让我一起行动吧，啊？想去啊？啊，好，起立。好。 执行命令，回到宿舍抓紧时间睡觉。哼，这姑娘脾气啊，真够倔的。 国宝夜明珠惊现我室，夜明珠啊！哎，我看这夜明珠一定很值钱，怎么着都能够花2倍子的。这回咱一定要弄到手。大哥，估计比奔驰车还贵吧？还奔驰车？你没见过钱是吧？我估计2辆奔驰车也值了。嗯，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哪里有钱哪里有我呀！去，赶紧打听一下，这夜明珠现在在哪儿，他在哪儿，咱们就上哪儿去。好嘞。二号报告，二号报告，小元峰已上一辆轿车。 行行，那你们听紧啊。好。霍队，嗯，什么事儿？霍队，我们的人打电话说，谢文峰带着舒怡离开别墅，到中医院去了。啊？去医院？他还说，舒怡有点人事不省。 喂，哪位？文峰吗？啊，我霍元军呢。啊，大哥，什么事儿啊？舒怡怎么了？怎么去医院了？啊哈，他有点发烧，刚吃了点药，现在准备打点滴，你不用担心啊。啊，是这样。啊，那好，那好。哎，有什么事儿及时通知我啊。行，没问题。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霍队，嗯，
你说这样谢文峰会不会觉得盯得太紧了？他要求我们24小时全天保护，我们不盯紧点儿，他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可是我总觉得这不像是在保护，像是在监视啊。哎，这回你开窍了，两样都有。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咱得时刻提高警惕。啊，是我。好，好，我马上派人过去。霍队，你让我找的人，我找到了。啊，那好，你盯紧点。哎，对了，这是您要的文件。好，知道了。你把这文件给我复印一份。啊，好。潘军。哦。哎，潘飞那儿怎么样啊？啊，一切都好，你放心吧。刚才东阳分局来电话说协助我们抓住那个盗窃犯了。抓着了？怎么抓着的？说来也巧，昨晚咱们扫黄正好碰上这小子在夜总会里吸毒。吸毒？哎，你说他吸就吸吧，他还给别人倒上了。哎，你看这个案子派谁去啊？啊，这个案子我熟，还是我去吧。也好，你啊快去快回，千万不要放过任何的线索。好。哎，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哦，潘姐，刚才我们说到谢文峰啊，带着霍队的妹妹霍淑仪到医院去看病，说是发烧了。发烧了？现在还在医院吗？再打点滴应该不会走吧。咱们派人去了吗？派了。这样让咱们的人进去盯紧点啊。好。哎，小袁，把这个材料给我打一下。喂，好，收到。你在这看着，我进去一下。潘姐，吕亮，怎么了？人丢了。哎，我说什么来着？看来我的预感是对的。哎，潘姐，他为什么要甩掉我们？他不是要求保护吗？你啊，带着一光赶到谢家别墅去。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谢家父子可能有动作，你们一定要盯住他们。是，快，跟我走。我也不跟你废话，你就告诉我，你和大胆什么关系？你还等什么？快说！大胆，他是我上线，就是他弄货，我帮他出手。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弄的货，我可真不知道。这个人你认识吗？我不认识。看仔细了。不认识。哎呀，怎么是你啊？潘局，根据资料显示，这个张大军外号张大胆，是因为做事胆大而得名，是刑满释放人员，曾因盗窃罪坐牢3年，抢劫罪5年，现在的住址是滨海路167号。嗯，这就对了。根据吕亮抓住的那个太极华人公树，咱们所查的那个佛像盗窃案就是这伙人所为。嗯，现在最要紧的是抓住张大军。马上行动。是。来，兄弟，走一个。哎，节哀顺变，节哀顺变啊。再者说了，老爷子也算高寿了，是不是？啊，
知道吗？话又说回来了，不是我蔫吧不照顾你的买卖，只是老大最近有件大事要干，等风声过了我就帮你引荐，保证没问题啊。那就多谢建哥了。哎呦，哎呀，你真是的，来来来来来，醒醒。哎，喂，燕子，大哥，你有什么吩咐？在哪儿啊？安全吗？大哥，安全，安全，你说吧。老板要你早上7点准时到啊。好的好的，我准时，一定准时。准时就好，可别误了大事。放心放心，哎，好，再见。哦，燕军，你回来了。韩军，张大军家里尘土落得好高，很久没人回去了。这就证明了他们这伙人已经做了一个长久的计划。您是说他们在计划一件大事件？虽然这几天的案情和线索还很单一，但我总觉得这些案子之间都有关联。啊，我给谢文峰打电话了，他手机关机了。我忘了告诉你了，谢文峰和你妹妹在医院里失踪了。失踪了？我已经让吕亮和李光对谢梦辰进行严密监视了。那咱应该去问问谢梦辰啊。现在想想，这起绑架案有些蹊跷，如果谢家真的有事，肯定会有所动作，可是我们没有直接证据，不能贸然出击，以免打草惊蛇。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别以为我们是在跟你开玩笑，人质的生命对于我们来说狗屁都不是。啊，爸，爸，没事吧？哼，你的爸爸没什么事，只不过受了点皮肉之苦，我们也没对他怎么样。可是过5个小时以后可就不好说了。他具体会怎么样，你们就自己去想象吧。我给你们钱，我给你们钱。哼，我知道上一轮那些笨家伙绑架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报了警，这个我们并不介意，同样我们也不介意跟人民警察平等对话。你们到底什么意思？钱凑齐之后你把钱交给刑警队的霍彦军队长，由他来交给我们，我们对他的名字倒就如雷贯耳，一直想会会他。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喂，潘军，我现在在旧货市场。你怎么跑那儿去了？嗨，我上回来的时候卖锁这家就关着门，我把电话留给市场管理员，说锁店开门了就给我打电话。今儿给我打电话了，我马上就过来，总算没白来。哎，防疫站那儿怎么样了？您放心吧，一直很平静，我都安排好了。对了，那这把锁跟博物馆的那把锁一样吗？对，一样。这锁已经停产了，只有旧货市场有。可是案发前已经被人买走了。哎，你给他们看照片了吗？看了看了，可是卖锁老板的小伙计啊到现在还没来呢。我想的是当面跟他确认一下。我要不再等会儿？哦，先等会儿吧，听着，一有情况马上报告。是，明白。跟上。潘局，谢梦辰上了一辆出租，我们正在跟踪。好，盯紧点，别丢了。明白。吕亮，吕亮，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收到，请讲。
目标要在下一个路口右转进入漓江道，你接替我，接替我。你慢，你慢，速度慢点。潘局，这是刚刚收到的炸弹检验报告，你看一下。目的和海洋馆的炸药残留物完全一样。喂，潘局，我是刘同，买锁的人被锁店的火机认出来了，是博物馆的张继亮。张继亮？对，就是他。潘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出事儿。什么预感？今天我听在防疫中心蹲点的兄弟说，昨天晚上博物馆的人来拍照，直奔夜明珠。潘局，那个人工作证上的名字就叫张继亮。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当时觉得没什么，所以没跟您汇报，可现在我觉得可能有问题。这样，你马上回去看丢什么东西没有。是，师傅，快，博物馆。文物馆的所有人都不能排除嫌疑，尤其是这个张继亮。哎，你说怪不怪，他已经失踪一个多星期了，突然冒出来不说，还突然来照相。您是说？哼，我估计夜明珠可能被调包了。是张继亮干的。马上发出通缉令，全力抓捕张继亮、张大军。是。喂，我是潘局。你上次去大北监狱提审刘庆武，他还交代了什么？就是笔录的那些，但是我现在想想，总觉得他当时还有所隐瞒。好了，我知道，再见。吕亮，吕亮，谢某前上了一辆绿色出租，往长兴路方向走了。你接替我，接替我。刘建武，别给你机会不知道珍惜，你就真的不想出去吗？我这不是尽量配合吗？配合，就像挤牙膏吗？只要不加刑，我就坦白。你说实话，你做的案子除了你已经交代的，还有什么没交代的？那都是他们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都干了什么？他们把技术卖给了一个叫陈耀华的人，这个陈耀华用这个技术炸山找古墓，他盗古墓，你是不知道。我这个人怕鬼，我不敢去干，就因为这个，三哥还骂我没出息。三哥？就是陈耀华的外号，他排行老三，大家都管他叫三哥。跟他在一起的还有谁啊？好像还有个叫段振海的。
是个考古的。段振海，你认识吗？见过，但不熟。还有什么？后来陈耀华说要跟美国来的一个大老板合作，这不我还没考虑好就出事了，一切也就结束了。我问你，为什么一开始你不想交代这些呢？我刚进来的时候，三哥让手下给我带话，说只要不把他说出去，等我出去就给我10万块钱。我当时就觉得，就是不给钱也得讲义气嘛，所以我就没说。我再问你，张大胆儿你认识吗？不太熟，他是后来才跟着三哥的。人呢？跟丢了。最近这些天，连续发生了几起重大的恶性案件，同志们都很辛苦，但是大家都非常理解我们目前的状况。别的我不多说了。海洋馆、咖啡厅、运钞车系列爆炸案，到昨晚在墓地发现的炸药残留物等证据，这些都是同一伙人所为，其目的就是为了转移我们警方的注意力，最终达到挖掘古墓、盗走夜明珠的目的。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燕军，你有什么想法？潘局分析的对，炸弹案和古墓盗窃案为一伙人所为，而银行抢劫案和这些案子没有任何联系，我想啊，是另外一伙人所为。对，银行抢劫案的破案线索很小，根据目击者所描述，因此唯一的线索就是弹道分析了，也只有等分析结果出来以后，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通过对锁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证明张继亮既是监守自盗博物馆文物，也是偷取夜明珠的嫌疑人，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和盗墓者有直接的关系。我想他也许是见财眼开，这也有可能啊。我不这么认为，我想张继亮盗取夜明珠的目的可能是他与盗墓者的另一个阴谋，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我们现有的证据已经可以证明以下几点。这第一，爆炸案之所以到现在已经无声无息了，是因为盗墓人已经成功的盗取了夜明珠。这第二嘛，现在已经从监狱服刑人员刘庆武那儿得到证明，这盗墓者和爆炸案的主要嫌疑人是陈耀华，也就是三哥。这第三，有个外号叫张大胆的，他就是佛像盗窃案的嫌疑人。从刘庆武那儿我们还知道，这三哥的手下也有个张大胆，又从大成的供词中知道张大胆真名叫张大军。第四，也是刘庆武交代，段振海跟陈耀华是一伙的，陈耀华在跟随一个美国来的大老板干，这就证明了陈耀华的背后还有一个另外的大老板在暗中操纵着这一切。那我们现在的最终目标是那个美国人，那也太渺茫了。哼，这有什么可渺茫的呢？啊，我跟大家就这么说吧，
这谢家父子就是我们应该怀疑的对象。那他们家的那起绑架案又怎么解释？哼，又是一个烟雾弹。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脱开嫌疑人的身份，把自己摆到受害人的身份上，以此来牵制我们警方的精力和注意力。这些人可真行。但这一切都没有证据啊。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听淑仪说过，谢家在变卖公司，想转行做房地产，动作这么快就值得怀疑。燕君，你分析得非常对啊。经过我的调查，这谢家父子的宏达公司所经营的房产项目，虽然跟甲方签订了合同，但是根本没有履行合同。再有就是，谢家别墅到今天早晨7点以后就已经是银行的财产了。他们拿别墅抵押贷款？我刚刚调查了一下谢家的私人资金，目前已经全部转移到了瑞士银行，但光凭这些只能是推断，而不能是确定。而且谢家父子无故失踪，又要求我们保护，实际上是想甩掉我们。尤其是那个老家伙谢墨尘，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溜了。这就是他们的狡猾之处啊。何止狡猾，实在是太奸诈了。喂，是我。什么？几点起飞？9点。谢文峰订了3张去美国的机票，9点起飞，现在已经是8点了。燕军，哎，你马上派人赶往机场，通知有关人员，只要谢家人一到，务必扣留。是，走。你怎么在这儿？我也觉得巧得很啊。什么巧？柳生，你小子可别跟我玩这套。你明明是跟着我到这儿的，你以为我是傻子？哼，看来什么都瞒不过建哥。不是，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耽误我不少时间，你知道吗？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让建哥给指一条发财的道。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帮老板完成了这件大事儿，我就给你引荐。你老急什么呀？你缺钱用啊？瞧你那猴急的。你总是不相信我。哎呀，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都晚了，到时候老板该修理我了，真是的。服务员，接着。哎，来了。哎呦，开上车了啊？偷的吧？据我所知，你没钱买车，肯定是偷的。大哥就是大哥，又被你猜中了。行了，你先走吧，我自己走，我打车走。我送你。我有重要事儿，你露面不合适。有重要事儿，我更得露面。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看，啊？
怎么开车的？没看见灯啊？柳胜，怎么是你啊？这么巧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送你吧。啊，行。我要去漓江道办点事儿，你看哪儿方便给我停一下就行了。好吧。你后备箱里好像有什么动静吧？救命啊！没有，你听错了。去公安局。你个王八蛋！你拿枪对着我干嘛？我又没有犯法。放我出去！你没犯法？那后备箱是怎么回事？里面的人到底是谁？那个人是个坏蛋。坏蛋？你才是坏蛋。你别走火了。车速别慢下来，继续开。好。你干嘛？我是警察，你敢抢枪？别出声。枪现在在我的手里，坐好了，看着前方，快！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袭警，你知道吗？柳胜，我告诉你，你现在放了我还有机会，不然的话你是罪加一等，知道吗？我现在有急事，没时间跟你解释。后边那个家伙他真是个坏蛋。柳胜，柳胜，放开我，放开我，柳胜。下来。哎，柳胜，柳胜，哎，你要干什么？想的就快说。柳胜，柳胜，现在马上告诉我，老大他让你干什么？老大让我去打麻将啊，让我去花几缸码头。让你干嘛？让我去开船出海。我都说了，别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哎，下来。干什么？放开我！柳胜，你干什么？没子弹，那就是废物。那个坏蛋就交给你了。潘局，我在滨海路这儿有情况。好的，莫克，别急，我马上派人过去啊。余光，你跟小吕到滨海路18公里处把莫克接回来。莫克他怎么了？他在那儿遇到一点麻烦啊。是，走。老爷子，你是在等陈建吧？你是谁啊？哈，我是陈建的朋友，我叫柳胜，是来替他开船的。是年巴让你来的？年巴呢？年爸说他不舒服，让我来帮个忙。我开过这条船，您放心吧。什么？你开过？是啊，就在前不久。看来你知道的挺多呀。没有，肯定不如您。不过我会让你知道的越来越少，直到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为止。你相信吧。也许我会知道的越来越多，直到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相信吗？
什么人？就在你露出武功的同时，也就证明了你的真实身份。首先，你用的武功是薛家的独门武功，所以你一定姓薛，薛大海没错吧？你姓金？我虽然不姓金，但却是姓金的徒弟。你到底想干嘛？毛姐啊，毛姐来了。李亮，我们赶快行动。什么地方？花旗码头。行，赶紧走。走走走走走，上车。你是国际通缉的要犯，你的主要目的是把各国的古文物都盗出该国，使各国的古文物大量流失。我说的没错吧？你怎么知道？你是警察吗？嗯，就算是吧。咱们合作怎么样？也别出卖了，咱们一人一半。哼，夜明珠本来就是金家的，现在是属于国家的，凭什么要分你一半？夜明珠可价值连城啊，一辈子也花不完。你好好想想，是当你的警察呢，还是跟着我飞黄腾达？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份从美国发来的传真，薛家父子是两个国际通缉要犯，危险系数 A 级。他们两个人属于联邦调查局列入黑名单的人物，我可能放了你吗？那咱们就只有手底下见真章了。哼，啊，嘿，别！喂，是杨队吧？对，我是柳胜。薛大海现在已经被我抓住了，请指示。把他留给市刑警队，记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好，我明白。谢莫尘他现在怎么样了？